看一下我给他准备的零食架，零食不一定要吃，但是想要的时候一定要有。足足有九包配料，但这样做菜效果更好。烧，筷子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粉丝说爱吃土豆人都很老实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辣，冷水下锅，捞出后记得过一遍，再加点洋葱，淋上料汁。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糖和茶，洗米的时候加点红糖，煮出来就更像来拌饭，这不是浪费了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，少不了用油激发一下香气，特贵，但是要对你的胃，那就够吃。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形容词，要做的手撕鸡没有表情，这个配方更适合夏天，比较的清爽嫩滑，记得要做好。